主席梁大成先生、盧義九先生陪同所有的東區區議會的議員，包括有羅榮坤議員、蔡素玉議員、鄭志成議員、丁光浩議員、顏尊蓮議員、趙家賢議員、許林慶議員和梁國雄議員呢，站在我們台前左邊的燒豬，這麼多位是左邊這邊，左邊啊，是站著我這個方向，是啊，這邊是啦，這個是，是啊，我你們面對的左手邊好，是站我這邊。好，跟住落咧，我哋就會有請三個天后平安堂嘅代表潘錦天先生同埋玲姐咧，就陪同我哋灣仔區人士同埋議員，就包括有鐘嘉敏議員、伍婉婷議員、李君怡議員、後任議員林偉文先生，同埋灣仔亞洲會理事長黃文漢先生。等佢企定先，企定先。最緊要冰飛，係啊！最緊要份，係啊！最緊要有幾多攞，係啊！其他啲，望出去知啦，你哋啊！我哋一二三，好啦，咁各位咧，不如又係影張相先，不如係咪要企一企前，行前一步，請各位行前一步，唔好唔好，後位啊，後位啊，好，佢影張相先，呢邊後啲，師傅講話，後啲，係嗰邊又後啲，係啊，聽聽，Fetch你嗰邊又褪後少少，係啊，又埋少少呢邊，埋少少，加埋少少，加埋少少，喂，喂，行啊，精神精神，好，再精神啲，好啦，咁我哋所有嘅嘉賓咧，又向住我呢個方向，向住大家嘅右手邊，先望住所有嘅大家嘉賓嘅右手邊影張相先。好，望住，唔該。OK， 依家就轉一轉去大家嘅左手邊。好。依家咧就要有請各位，就要移前一步啦。圍住大家騰騰話，係圍住個金珠。係啦係啦係啦，啱啊！呢邊啱啊，好。啊，呢你嗰邊啱啊，好。好。好。阿冰姐。好啦，又大家望一望，又系所有嘅媒體要影相啦，先望一望大家嘅右手邊先。伸隻手出嚟，大家伸隻手出嚟，同心協力啊！然後望一望大家嘅左手邊，同心協力，切金珠，開金珠，準備好。阿冰姐，呢位先生，多少少？係啦，好準備，係啦呢度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就進行開金珠嘅儀式，從頭到尾順順利利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動土工程一順八順。拖到尾，一定要拖到尾。好，俾啲掌声俾各位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咁都要请各位留步嘅，因为我哋仲要影翻张全体嘅大合照。咁麻烦工作人员稍微执一执现场，我哋要嚟一张咧全体嘅大合照。